不用680，不用4200，只要99块。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老瑞又回来了。要我说哈，做饭这个东西啊，就是难的不会，会的不难。所以在市面上呢，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啊，为了方便大家而出这种自动的啊，这种烹饪的器材。我上网一搜，真的有自动牛排机啊。后来呢，我就在这里边选了两台。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好一点的这个是600多块钱买的。那这边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4000多块钱一台。咱们今天看一看。这种电驱动的自动牛排机做上牛排行不行？那今天准备拿来做测试呢，是2块优选级的牛眼肉。那这个牛排呢，咱们之前丹尼大叔也跟他们说过了啊，就是这个牛排不要切的太薄了，差不多 2.5 厘米这是最好的这个厚度。大概呢就是比我们人的两个手指稍微薄一点，大概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太薄的牛排呢，我觉得就是比较考验技术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两块牛排腌一下以后呢，咱们就用今天这两台自动牛排机，咱们看一下做出来的牛排做的到底好不好吃啊，开始吧，我们先加海盐的这个用量就是铺满整个肉的表面就可以了啊，如果你用的是那种细盐，细的食盐。那用量呢是这个粗盐的1/2，接着是黑胡椒，最后呢我们稍微加一点蒜粉就行了哈。这个主要是为了提味，腌制的部分呢最后要加一点这个橄榄油。这橄榄油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防止肉的氧化啊，再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帮助这个香料附着在这个肉上，所有的表面都被油盖住以后，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它先放到一边，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牛排机给它预热一下。大家看到这个铁盘，我刚才试了一下，是不能拆卸的，清洗的时候非常麻烦，尤其是上盖这个位置，又是这种条纹状的烤盘，我是非常不喜欢这种烤盘的。但是有一点做的比较好呢，就是因为我看它这是个上烤盘哈，上加热盘，它是可以提起来的，这样提起来就造成它有一个很好的角度，这样这个上下加热板都压住牛排的时候，哎，能够非常好的接触整个牛排的表面。这个牛排机它的最大温度设定呢是只有215度，看见没有？215度。那这个600多的牛排机，它给自己的定位呢是商用专业牛排机。但是它里边带了一个菜谱，是写着黑椒牛排。这个菜谱上写的是215度的温度，放上牛排，然后3分钟呢即可食用。那我认为215度的温度是不太够用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现在的温度呢是215度到220度左右吧，基本上平均能够达到215度吧。那我们看一下上盖啊，上盖的温度现在差不多平均也是215度左右吧。按照商家的说法呢，这样我们就直接把牛排放上去，然后盖上这个上盖，我们设定3分钟，分钟之后呢，这个牛排就可以吃了。但是它既没说厚度，也没有说熟度，所以等一下我们还是要用这个温度计去测试一下啊，3分钟之后它的熟度是什么样的。那么趁这个时间再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不喜欢这种条纹状的这种烤盘或者是煎锅。牛排在接触这个烤盘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办法很均匀的受热的。我是一直认为这种烤盘并不是非常好。最好的其实就是平的，刚才蜂鸣器已经响了啊，这样的话就是3分钟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它内温温度是多少啊，这还不错，后边这个地方好歹的还能把这个温度探针伸进去，30%，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行，拿出来稍微静置一下啊，切看看大家这个中间这个粉色的颜色，整体来说的话还是不错的啊，我个人感觉3分熟还是要多一点的啊。那么现在看两边这个熟的这个全熟的这两层，也行吧，上下比较均匀。但最大的问题大家看到依然是这块肉它的表面焦化是非常差的，这样给人感官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好。尝试测成这个位置，整体表现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对于这么一个600来块钱的东西，
应该算是比较智能的了。但是我个人感觉哈，还是我说的那个，就是表面它不够脆，不够脆之后，也就是说梅拉的反应并不是非常高。我个人建议什么哈，就是215度，然后你给它加热个1分钟，然后呢你就给它转起来，就是这个牛排你要给它多转几次，多转几次，让它尽量多的面去接触这个烤盘，这样它表面的焦化程度能高一些，这样会非常好。然后呢我觉得不要3分钟，两分半你把它拿出来静置，然后再放回去，哎，再给它加热个30秒就非常好了。你看这个机器贵呢有贵的原因啊，给它这个烤盘是能摘下来的，那么清洗的时候就会方便一点，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个下烤盘换成了这个平盘。那另外这个机器其实还带了一些什么附加的功能啊，我就不具体介绍了，我们今天就光说牛排啊。大家看，要带着一个探针，这个探针直接接在这个机器上，这样呢就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在煎牛排的时候我就不用把这个拿自己的探针再去查这块牛排的温度了，那这样我比较好控制，那这个确实是一个优点。好的，那现在我就把它先预热一下哈。这台机器啊，它跟那台600多那个也是温度提示方案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这个温度设定，比如说230度，它这个数字在闪的时候呢，就是它在加热。等它不闪的时候呢，就是它已经达到230度了。那么另外大家看这个上盖，这个上盖呢它是锁死的，那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像那台小的机器那样可以上下拉动，但是它做了一个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大家看到它这个上盖是有一个活动机构的，那么我在盖上的时候呢，它也是能够就比较平整的压住这块牛排，这个设计方式也是可以的啊。另外我现在看了一下它加热的速度要比那台680的那个要快很多，温度并不是非常的准确，它的上烤盘跟下烤盘的温度之间会有10度到15度的差距。现在这个机器温度已经达到设定的230度了，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煎这块牛排了啊。哎，看见没有啊，这个完全平整的烤盘你放出去这个声音都是不一样的，看到吧。现在我们把这个探针给它扎进去大家看到啊，它是没有办法实时显示肉的内温的，也就是说它设定了一个55度，这边有一个条会一直走，这样走到55的时候就说明已经达到55度了，我不是非常喜欢。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才是牛排应该有的这种颜色啊，因为这个探针没有办法实时显示温度啊，也就是说我还是需要准备一个自己的温度计。好，大家看到啊，这个才是应该是牛排出来时候大体该有的颜色啊，当然还是没有真正煎锅煎出来的好，我觉得。但是咱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内部温度是多少。那好，这个牛排现在温度呢，内温是56.7、56.8吧，那基本是比较准确的啊。这个牛排机做出来的这个牛排，大家看这个颜色明显的要好很多。那现在我把它这块肉还是一样，要稍微静置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牛排机做出来的这个表现怎么样？这一块呢是4000多块钱的牛排机做的，那这一块呢是680的做的啊，大家看一下对比。从熟度上来说的话是差不多的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你看放在一起的这个颜色，这就很明显的很比较好的这种梅拉的反应，而这个是几乎没有的啊，所以我觉得确实还是挺可惜的。你看，这个拿起来你就让人非常有食欲了，而且现在整个我面前飘的都是这种肉香味儿，但是这一块呢就没有非常明显的肉香味儿，这是最大的区别啊。好的，那大家看到这个熟化层呢都是差不多的，两边的厚度是一样的，肉的这个粉红色的这个表现也是不错的，肉汁保持的也是非常好。那么现在我们尝一下味道。这回这个味儿对了，非常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就是我说实话在拿牛排机做出来之前，我一直对这种牛排机我都嗤之以鼻的但是这台大的做出来的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想象。那么现在这块牛排呢已经基本上
能够达到我们用煎锅煎的那种感觉了。这两台机你们仔细看一下啊，就是虽然说是挺高端的看着啊，但是它的原理依然还是那种小型的华夫饼机改大了。所以呢，我今天又准备了一台三明治华夫饼机，这台啊99块钱只需要。没有任何的可以操作的地方，通电它就加热完了呢就可以做这个华夫饼。那么咱先试试啊，这台机器正好咱们这儿有温度计，咱们试试最高温度能达多少度，然后咱能不能拿来做牛排。你说这东西要是能来做牛排，方便便宜啊，关键是。好，开始。那我大概给它预热了有个10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那加热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现在我们测一下它这个上下烤盘的温度是多少啊。我的天哪，大家看到吗，现在的温度也已经达到了，最高达到260度了。最低的温度大概是在，我看一下上下上盘啊，上盘是230度，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高的，煎牛排是肯定够了啊，但是很不均匀啊，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好，我们来试一下煎牛排。哇，你听这个声音，听这个声音还是很不错啊，还行，还不错，听声音不错。但是因为这个没有能抬起来这个机构，所以它在煎的时候一定会形成一个夹角，我们要稍微拿手摁它一下啊。这个又没有计时，也没有温度监测，我们就拿秒表计一下时啊。另外呢，可能随时就要拿这个温度计监测一下它的这个温度啊。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三明治机功率并不是非常足够啊。大家看这个温度在持续上升啊，内温现在已经21度了。过去的时间是1分30秒，那因为它上下的这个温度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差不多还是要中间给它翻一次面啊。目前来看的话，几乎没有什么焦化啊。焦化可以没有，但是首先还是要把这块肉它做完的，是说它完成还是要完成的，是吧？好，我们看看肉的表现。还行呗。我天，你看，可以啊，还不错啊。哎呦，我这温度计千万别给我烫坏了，嘿。好，现在时间是5分钟，内温48度啊，到50度我就给拿出来静置。内温50度，出锅。目前我感觉，甚至还要比680的那个牛排机要好一些。现在的内温呢是57.8度，很神奇啊，同志们。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除了就是这个华夫饼机做的这个焦化并不是非常好以外，它里边这个肉的颜色反而是这几块肉里表现最好的。看看上下的这个熟化层呢，也是几乎厚度是一样的，肉的汁水保留的非常的棒。同志们，这个华夫饼机能不能做牛排，我现在可以很郑重地告诉你们，可以，不用680，不用4200，有99就可以解决，知道只要99块。我跟你说，现在这块肉它的嫩度是这三块肉里最好的，唯一的这个遗憾就是因为那个华夫饼机它的温度没有办法保持240度的这个高温，250度这个高温，所以肉一放进去后呢，它马上就开始冷了。那时候它又没有办法，没有足够的功率去加热，是吧？所以呢，表面的焦化不是非常好的。哇，又嫩，这个肉有 Q 弹，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尤其是脂肪的那个地方，非常的棒。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用华饼机做出来的这个牛排完全不输于他们啊！99块钱就解决了，不信你回家试一试啊！你只要有一个温度计，有这个一个温度计就行了，你温度计自己控制温度，然后拿着手机开开秒表，你就控制行了。
好的，小伙伴们，那么今天的自动牛排机大比拼的节目呢，咱们就先拍到这儿了。稍微总结一下，我是完全没有想到99块钱的这个华夫饼机完全能够胜任牛排机的这个工作啊。虽然是没有它那么智能，但是做出来的牛排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呢，那个4000多的这个全自动牛排机，确实不错啊。我个人认为，做的确实是有一定的水平。从那个牛肉的焦化上呢，咱们就能够看得出来了啊。再一个就是它的温控做得非常的好。这个680的呢，就是我觉得稍微差点事情，改进的地方还是有的啊。尤其是先改进那个烤盘温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好的，那么这期咱们就到这儿吧。我是瑞，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记得点赞、关注、转发，支持我一下。OK，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Lucky, lucky, lucky me.